在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的物证保管室里，民警正在调取一桩案件的关键物证。这就是我们在嫌疑人家里查获的黄金，这是嫌疑人对涉案赃款进行转化成黄金采取的一种隐匿的一种方式，总共63块，重达38公斤，市场价值约1500元。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如此贵重的黄金一次性出现在眼前，即便是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民警也是头一次见到。事实上，这批黄金呢，只是嫌疑人涉案资产中的一小部分。据警方初步调查，这名嫌疑人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非法敛财高达1亿多元。那么这名嫌疑人究竟做了什么？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敛财的呢？他最终又是怎样被警方抓获的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一个火爆的网络直播间，每天大概都有20万左右的人在听和全国。两位专家坐镇，每天答疑解惑，自主研发，功效显著。神奇保健品背后有何猫腻？直播间里的连环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已经退休多年的常阿姨家住淮南市田家安区，这段时间以来，常阿姨每天除了出门买菜锻炼身体之外，又多了个新的功课。晚上7点半开始直播，一般就是7点钟，他们就会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开始讲一些话呀，完了发些红包呀。原来不久前在熟人的介绍下，常阿姨加入了一个养生学习聊天群，从那时候起，看直播学养生成了常阿姨每天的必修课。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嘛，就想着咱们这个身体健康些，不要给孩子们带来麻烦嘛，对吧？把我们拉到一个群里，我们就开始听这个讲课。他们每天这个早上或者晚上都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送这个进入直播间的链接，老年人呢这个点击链接进入网络直播间之后呢，这个直播间里会有讲师。好，大家好啊。好，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啊，已经进来了。哎，我们的芳芳，好，你好啊，我们大家好啊。好，我们是哪里的呀？好，我们的芳芳说，我们冯老师好啊，成都的啊，是我们成都的家人。大家好啊，成都的家人已经进来了。在这个直播间里，每天都有医学专家给网友讲解健康知识，并解答网友的问题。这两位专家，一个叫尹金飞，一个叫冯成宇，别看他们年纪不大，据他们自己说，都是养生保健领域的知名专家。大家好，我是微癌症工作站干细胞疗法的负责人尹吉飞，同时也是我们线上直播平台的执行总裁，非常高兴在直播间里和我们所有的家人们见面。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将由尹老师陪伴我们所有的家人，共同来学习我们食疗养生、餐桌文化的相关课题。尹吉飞是当时他就是说，他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在东直门那个北京中医医院吧，他又在那儿工作了8年吧。这个冯成宇呢，当时播的时候都说他是山东医科大学毕业的。又做了多少年的临床，又是做了什么这个大健康，就是专门搞营养这些东西的嘛。能跟着知名专家学习保健养生知识，
常阿姨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而且据她观察，和她一样感兴趣的人不在少数。在手机上那个直播群里，那个拐角上有进来听课的人数，每天大概都有20万左右的人在听课，全国。你像我们这都是60、70岁的人，这现在呢就是退休了以后，啊有点退休工资，然后呢又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所以就抱着这种心理嘛，就是自己能学习一点学一点，自己养养生。和常阿姨一样，60多岁的曹阿姨也是这个网络直播间的忠实观众。自从听了邻居们的介绍，开始学习养生知识，眼金飞和冯成宇的直播间变成了曹阿姨每天定时打卡的地方。食疗才是最大的学问。你想想，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你不可能天天靠吃药长命百岁吧？陈云老师，我一天吃20种药，我活到了100岁，有啥意义呢？是不是？我们不可能天天靠医院的抢救说，我要是吧身体健康。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定要从餐桌上来获得健康。专家通俗易懂的讲解，亲切耐心的回答，让曹阿姨、常阿姨等人对这个直播间的好感与日俱增。而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个直播间里，不仅能学到知识，还可以直接购买各种针对不同健康问题的保健品，非常方便快捷。人家都在群里面，然后就是问自己什么病，他就介绍这样的病吃什么什么药，吃他那个产品哪样哪样组合在一起。有很多种产品，什么小分子胎咯，对眼睛好，而且这个我们老年人都有骨关节有问题嘛，就买氨糖。李老师给大家一个建议，糖尿病人一定要吃一种益生菌。益生菌当中有一种益生菌叫什么？叫做鼠李糖乳杆菌，它能够降血糖。大家伙记下来啊，叫鼠李糖乳杆菌，我们这里面就有。直播间里的这些专家介绍，他们所卖的产品全部是由他们所在的医药科研工作站自主研发的，保证质量可靠，疗效显著。就是在这个听课的期间，他们就发了一个视频，整个研究室里边什么什么仪器是分析什么什么东西的，哎，又发了很多，对吧？很先进的，好多都是进口的几千万的仪器。先进的设备，高端的科技，无不彰显着产品的品质。直播间里众多网友纷纷下单，争相购买。我就买了40多样，基本上都买了。这是真蓝火维 C， 这是悄悄管口腔溃疡啊，但是我们讲每个人都缺少这个维生素。这是复合螯合钙，就是补钙的。这个是牦牛奶贝，就是对补钙的。明眉片是管眼睛的，这个深海鱼油是去斑块的。我买了有10几种，就是胃不太好嘛，就是买的那什么益生菌，然后就是血脂高、胆固醇高，买的那什么鲑鱼磷虾油，还有什么雪莲血肽、雪莲烯肽都买了。从2021年9月开始，常阿姨从这个直播间陆续购买了40多种产品，前前后后花费了10多万元。曹阿姨的花费也在10000元左右。2022年5月30日，曹阿姨、常阿姨像往常一样，继续等在手机前面准备观看直播。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非常信赖的尹专家、冯专家，并没有如期出现在直播间里，而且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天雷打不动地在直播间里讲课的两位专家突然消失了。张阿姨和曹阿姨他们感到非常意外，就在大家纷纷猜测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敲响了常阿姨的家门。这两个人的到来，让常阿姨多日来琢磨不透的事情终于有了答案。不过
这个答案让他觉得非常震惊，非常苦涩。解开答案的两个陌生人正是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安分局的民警，他们告诉程阿姨，那个直播间里的所谓专家都是诈骗团伙的成员，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那么这伙人究竟是如何实施诈骗的？他们又是如何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专家莫名消失，直播间突然关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题？直播间里的连环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2年6月初的一天，两位民警敲响了常阿姨的家门。哎，常老师您好，你好，我这边是田家公安分局的民警。民警告诉常阿姨，他们正是为了那个养生直播间的事儿来的。当时买这个产品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支付的这个货款呢？95%以上都是微信转账，还有就200块钱以下的是通过红包转账。民警详细询问了常阿姨在直播间里听课并购买产品的经过，他们告诉常阿姨，他很有可能遭遇了骗局，在直播间里讲课的那两个所谓的专家尹金飞和冯成宇，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控制。听到这个消息，常阿姨感到非常吃惊，她完全无法接受，自己购买的保健品竟然来自犯罪嫌疑人之手。那么，警方又是如何发现该团伙的线索的呢？今年5月初，我们这个民警通过这个社区基础工作摸排，发现呢，就是我们田家安区在一个这个居民楼里，有一个销售这个保健品的店面。这家店最初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有群众向社区民警反映，不少老年人在社交聊天群里购买了来路不明的保健品，他们线下取货的地点就是这家保健品店。接到这条线索，淮南警方高度重视，立即派出民警展开了秘密调查。他这家店面呢，跟我们正常就是在街上看见的店面有很大的区别。一个呢，它是隐藏在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楼里。我们民警到这个现场看呢，他这个大门都是关着的。按我们去理解，如果你销售食品或者销售保健品，那应该是开设了有门面店。门面店里面肯定要有相关的这个展柜，展柜上要展示自己的食品或者要销售自己的一些产品，可能还会要制定一些这个广告呀，或者做一些广告投入呀、投放呀，这一块在我们整个这个是没有的。我们当时这个民警也没有进去，因为当时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所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外围就是这个摸排，对一些这个经常去的这个老年人进行这个摸排。民警暗中找到了几位曾经到这家店取过保健品的老年人，对他们购买的所谓保健品进行了调查。他这些这个产品啊，名称起的都是一些贴靠于这个保健品或者说甚至于药品的这样一个很迷惑人的这个名称，但是呢，外包装盒上呢也还有小字写着这些产品呢都是固体饮料以及鸦片糖果这些普通食品。老人们告诉民警，这些产品是他们通过一个网络直播间购买的。据在直播间里讲课的专家介绍，这些产品对很多疾病都有缓解甚至治疗的功效。将普通的食品吹嘘夸大成保健品甚至药品进行售卖，民警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通过网络诈骗中老年人的犯罪团伙。那么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是怎样的？谁又是背后的主要操纵者呢？淮南警方对此展开了深入调查，就发现了他们利用线下是利用一些这个活动去这个吸引老年人来这个加入。民警发现
老人们最初都是通过一个网络聊天群了解并进入直播间的。在直播间里面呢，它是有讲师在这个传授一些课程，对老年人来进行一个这个讲解，针对于疾病有这个保健和治疗作用的一个这个讲课。那老年人听到这些这个课程以后呢，他就会对这些食品产生兴趣。直播结束后，如果老人们想要购买专家推荐的那些产品，首先需要向群主交纳少量的定金，之后这些产品都会被送到某个指定的保健品门店，老人们得到群主的通知后再去领取，同时将尾款转给群主。办案民警在继续询问老人的同时，也将老人购买的这些产品送到了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我们淮南市食安监管局在接到淮南市公安机关委托认定的40余个品种以后，随即召集相关专家对以上产品进行认定，并查询国家市场总局网站，最后一致认定以上40余个品种全部为普通食品，不具备治疗疾病的任何作用。他所讲的疾病或者这个某种这个药品的成分可以治疗某种疾病，这些的内容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从网上找的，都是用那些百度呀，百度搜索，他所描述的就是某种成分可以治疗某种疾病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呢，是他们销售的这些产品里面并没有这些的治疗疾病的作用，它有一个这个偷换的概念。就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第一时间跟我们分局跟我们的市局做了汇报，引起了我们领导的这个高度重视，就成立了专案组，围绕我们这个淮南本地这个犯罪团伙进行侦查，以及延伸至他们的这个上线供货的这个犯罪团伙，再进一步的开展侦查。警方调查发现，在淮南市创建这个网络聊天群的是一个名叫李树云的人，他原本在一些社区里组织过日用品的团购，因此掌握了不少居民的个人信息。在我们淮南这边呢，就是实体店，就销售这个假的保健品的实体店一共是有4家，他是这4家店的老板。老年人订货的一些这个就是交纳的这个资金啊，基本上最终都会汇集到李某某处，然后李某某呢，就是在这个交付一定的这个费用，打款至这个上线的账户里。顺着李树云的资金往来记录进行调查，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总部设在山东省潍坊市，负责人主要有2个，一个正是尹金飞，另一个名叫张彩平。其中尹金飞全面负责该团伙的日常业务，并亲自担任授课讲师，而张彩平则负责管理财务。该团伙除了在淮南市有代理销售网络之外，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销售网络。山东总部这个发展，我们全国总共有26个省市，在我们全国一共有200多个代理，涉及的这个全国的老年人呢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通过这个资金流水来分析呢，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尹某某和张某某从事这个违法犯罪活动1年多以来，资金流水就高达了3亿多。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淮南警方清楚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运营模式以及藏身地点。2022年5月30日，淮南市公安局统一督导协调田家安分局网安、刑侦、治安、经侦等多警种联合行动，对该团伙在淮南市的代理销售网络和山东总部展开了同步收网行动。在山东警方的大力配合下，淮南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查封扣押涉案资金2.5亿余元。一瓶成本只有几块钱的普通鸦片糖果，经过嫌疑人一番包装和吹嘘，就成了售价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所谓名贵保健品。
淮南警方初步核查，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被骗的老人超过了20多万人。嫌疑人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引诱和迷惑被害人的呢？老年朋友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到底该如何去防范类似的诈骗活动呢？虚构身份，夸大疗效，小利诱惑，话术误导，卑劣骗术一一现形。直播间里的连环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回想起自己上当受骗的经历，常阿姨和曹阿姨都后悔不已。他们说，直播间里那些专家讲授的保健养生知识，他们其实并没有分辨真伪的能力。之所以相信那些专家的话，继而购买产品，完全是被他们的身份和头衔所迷惑了。又是工作院的院士，又是反正这个头衔非常的高，职称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就信任他们。他们这个讲师的身份呢，也是设定了一个虚假的人设，拔高了自己的高度，然后他搭建这种人设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让老年人去相信他。首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才能够在直播间里面去讲述这些食品的好处。事实上，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专家，他们的身份全部都是虚构的。李某某，他是一个医科大学的专业生，他也曾经就是在医药公司就是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销售工作，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类和医药类他是了解一些情况的，他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才方便于他去这个实施犯罪。但是其他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包括我提到的张某某，包括直播间的另外一个讲师冯某某，他们其实之前从事的工作呀，包括他们之前的学习生活中，跟医学啊、药学啊，甚至保健人不沾边。据嫌疑人尹金飞交代，他之前从事过保健品销售行业。2020年，他在一个食品展销会上认识了本案的另一名嫌疑人张彩萍，两个人看到保健品行业利润可观，便于2021年4月，在山东省合伙注册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首先呢，有尹某某呢，他是去联系了这个食品的生产厂家，就是跟食品生产厂家，提出相应的一个要求，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他们生产的这些食品就是一种定制类的食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像我们采购物品的超市啊，或者一些商店啊，我们是买不到这些食品的。他是为了从老年人身上获利，专门去找到食品生产厂去定制的。为了迷惑被害人，尹金飞给这些产品设计的名称基本都包含了珍稀原材料、高科技等元素，听起来十分唬人。你看雪莲，雪菜雪莲是天山上才有那个雪莲，你比如讲那个鲑鱼磷虾油吧，对吧？北极的鲑鱼、南极的磷虾组合在一起提炼出来的，这不是好东西吗？这么稀缺。产品定制完成后，尹金飞等人便开始通过网络在全国各地寻找代理销售商。代理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代理呢去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发展和把控老年人，会以一些这个小恩小惠啊、粮油米面这些东西发放为由呢，吸引老年人来这个领取嘛。将这些老年人拉入聊天群后，为了给接下来的直播间专家们讲课进行铺垫，群主会出几道与讲课内容相关的题目，让群里的老年人参与回答，并承诺答对者均有红包赠送，以此吸引老年人点击链接进入直播间观看。直播开始之前，他会把这个答题发到群里，进了老师的直播间里面来，老师会把这个答案在直播间讲课的时候会告诉你，直播结束以后，然后再把这个做的这个题目截屏发给自己的群主。等于是你得听他的课，你才知道答案是什么。对对对，你不听他的课，你不知道答案。然而实际上，老人们仅仅答题正确并不能领到红包，
参与直播的时长也必须达标才行。听课时长，对，他统计第二天中午发到群里面，然后你自己截屏，然后再发你自己的这个群里。多长时间才合格？50分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吸引老年人，要你每天要固定的要去听课，要去他，因为这个老年人可能听的时间越长，他越相信他们所讲的话，就会进而呢就会进一步的去购买他们的产品。老人们进入直播间后，尹金飞和冯成宇这些所谓的专家便开始使用一整套完整的话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他们会给这些直播间里听课的老年人呢，扣病下危机。所谓的扣病和下危机呢，就是说呢，他会在直播间里面会讲到一些这个老年人平常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他这些表现讲完以后呢，他就结合这些老年人的表现呢，他就会说到这些表现可能是某种疾病引起的，长期如果不予以治疗的话，会产生对人体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危害。就是我们的心动过速或过缓，我跟大家讲，这都不是好事儿。心动过缓，这是标准的一个心衰的一个情况。那心动过速呢，也是一个标准的心衰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导致缺血型的心力衰竭，心脏不跳了，人也就怎么样了，人也就没了呗。而老年人会产生恐惧感以后呢，他们就是就会推出自己这个视频。然后去提到这个食品里面会有这个改善这些疾病的这个成分，包括我们他们老年人如果服用这些食品以后，在一定的周期，他的症状，他的这个身体就会有很大的改善。这个时候怎么办呀？要营养心肌呀，要给心脏来补充能量啊。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啊，配合着我们的心肌肽，一定呢要来怎么样，好好的来怎么样啊，防控了。它对于我们这种心动过速啊，跟过缓呀，都有很好的帮助。都有很好的缓解，家人们记住了没有？为了鼓动老年人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这些嫌疑人还会采用捆绑售卖的方式来进行推销。各种组合嘛，它叫组合，什么东西在一起搭在一起吃，然后就成了黄金搭档。就是你买了一样它不行，必须要搭配几样才管用。考虑到不少老年人对于网购这种模式存在不信任感，嫌疑人还特意设计了线上付定金、线下取货的购买模式。很多老年人他就跟我们讲这个，如果说只是单纯的网上销售，他们不一定信。他们呢，一个是看呢这些的店面都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呢，这个老板呢或者店员，他们不仅在网上认识，线下呢，他们有时候呢，这个也经常跟他们这个也都能见到面，或者到他们店里面，他们也都在店里，有一个实体店在那呢，他们也是比较放心。线上线下相结合，降低了老年人的警惕意识，使得嫌疑人的骗术更具迷惑性，同时也让线下的代理商获取了高额的销售回报。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这个代理呢和我们山东总部之间他们的利益分成呢是55/55。通过这个代理去订货老年人，他们这个打了钱或者付了款以后呢，这个费用呢，公司和代理呢他就是各得一半了，所以这个利润就是相当可观。警方查明，本案的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尹金飞和张彩萍分别获利1亿多元。而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钱财被骗、希望落空的老年人。我吃了半年，什么效果没有？那所有的指标原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7月份的时候，我家孩子又带我到合肥安医去做了一下检查，开了一个月的药就145块钱，回来吃了一个月，到医院去复查，所有指标全部正常。哎呀，我就后悔啊！这个药真是害人。最大的危害就是老年人吃了这些产品，他可能会放弃去医院治疗，他可能会停止服用一些针对于他药品的真正的一些药物，那这个对老年人的身体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危害。像这样的人啊，你自己也有父母呀，人要将心比心，你去骗这些老头老太太，那你不就在骗你自己的父母亲吗？你想想，这些老头老太太像我们这个年纪都是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的，是吧？
你把人家养老钱骗去了，你良心在哪？到案后，尹金飞等人对自己的涉案事实供认不讳。自己后悔，非常后悔。这样一个结局是你自己想到的？不是，也没想到，也不想要这种结局。你的父母现在年纪大了？60多。他们有生理疾病的问题？也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父母在这样的微信群里被人通过直播间来诈骗，你的感受是怎样？非常气愤。你现在后后悔？积极退后，退位非常合理。保健品诈骗是近年来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一个主要犯罪类型，对老年人财产和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伤害。防范此类诈骗，除了老年人自身提高警惕之外，国家层面的严厉打击也必不可少。那么整治保健品诈骗犯罪，国家都出台了哪些措施呢？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本案案值重大，那么对嫌疑人又会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院李怀盛副教授的解读。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普法宣传，提高老年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权益意识，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今年4月开始，由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牵头，12个部门参与，持续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拉开了帷幕。2022年5月，中央政法委在12337智能化举报平台开通养老诈骗举辩通道，各省网络举报部门也相继开设了涉养老网络诈骗信息举报专区，重点受理处置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等名义对老年人进行网络诈骗的相关举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多种举措来打击养老诈骗犯罪。今年的6月1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6届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揭示了养老诈骗的常见手段。今年的8月24号，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6件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6类重点打击犯罪的表现形式，揭露养老诈骗套路手段及其危害，帮助老年人提高法治意识和防骗识骗能力。可以说呢，经过前期的整治啊，我目前对养老诈骗的遏制态势已经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效果。就本案涉嫌构成的诈骗罪而言，根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诈骗数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包括50万元，那么就要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样的一个量刑幅度量刑。当然了，具体的量刑结果呢，还要看行为人是不是有其他从轻减轻以及从重的量刑情节。但就目前本案披露的情况来看查封扣押的涉案资金达到了2.5亿元，可以说这是一个犯罪行为非常恶劣、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那么我想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将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目前本案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